有人说川菜是一菜一格，百菜百味。传统的川菜已经有24个味型，最富有代表性的当然是麻辣。像今天制作的香辣干腩肉，麻和辣的黄金比例其实没有特定，除了看花椒、干辣椒等下多少，还可以用酱料调味。四川由于阳光、气温和湿度等天气关系，生产的花椒麻而不苦，有浓烈的香味。李锦记麻辣上汤省去了用花椒、辣椒制作汤底的复杂工序，辣度适中，口味和味道适合大众。松板肉脂肪分布均匀，炸后外酥内嫩。除了猪肉，用鸡肉和鱼肉制作这款菜式也是非常好的选择。